松江南京，松江南京 station， 松江南京，松江南京。耶、yeah, ，我们又回到松江南京了，有请 Nick Free。我们要再去找松江公园。我回到家里感觉，回一个头啦。Hey yo， 我们又回到松江公园了。这次呢，我们提升了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哦，就是刚刚本来是一个人拍时代照，现在我们请两位同学一起拍时代照。来，第一张。没什么东西好预备，第一张 ，Go。好，第二张，勾手，哇，第三张，来，第二张，快点，奇怪那个动作，快点，下雨，哦，讲了很好，还在好。好，我要回去捷运站里面了，走吧。我要去甩甩纸。我要甩甩纸了，甩甩纸。好，现在要决定我们接下来去哪里。不要再往松山了。六。一二三。你刚从那边来的啊？对啊。然后这边，有点绕不出去。西沟是刚好到中山。哟，我们要去上山了，耶、yeah, ，零公里啊。终点站松山，松山 Station， 熊山。要，我们又回到松山了。我们要去找零公里。我到底要在这里轮回多久？这是一种无间道。我以前冇得拣，我而家想拣翻做好人。无间地狱的感觉啊！我们又回到零公里了。耶、yeah, ，又是零公里。来，一左手往伸，右手伸，右左手左脚出。一二三，耶、yeah ！好好，哈哈哈哈哈！要驾轻，我都告诉你了。去中校复兴 ，Go！ 我们来看看中校复兴的任务是什么嘞？大师中前模仿古朴中学。哦，大师中前模仿古朴中学。中校复兴，中校复兴 Station， 中校复兴，中校复兴。哎，我们刚刚猜拳决定由吴同学来饰演我们的步步钟。步步钟。对，我没有用老师的那个权威压他哦，我们三个是剪刀手不阿叔了。步步，步步，再见，大哥。我把学生这一辈子的所有的羞耻感，都在今天处理掉了。他再敢跟我讲说他是表一科学生，他不敢这个不敢那个，他就给我再来一次咕咕咕咕钟。哎呀，所有交给吴同学了。吴同学刚咕咕钟完之后，奋力一甩，三
三好像哎、欸，就回去往那个顶埔方向喽。骰超过五，我们一起骰。一起骰好不好？一、二、三、六，哟，过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快，刚那个，刚那个。江子翠，江子翠 station， 江阿翠，江子翠。我们现在在江子翠捷运站，江子翠捷运站的任务呢是到三号出口默哀一分钟，不要忘记当年2014年在这边发生的一件案件，希望大家。还是永远都要保持适当的警惕，跟我也是为别人着想的心情吧。好，我们走吧。接着前往下一站，下一站去哪里？又要下一站，过来给你骰，你一骰到八，我们就可以回家了。是啊，回家了。我们现在问一下我们的江同学，今天参加了非常累。人的一整天的捷运大风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想？那基本上呢，要好好讲哦。不然下学期。今天感想就是很累，就是我们七点就要在顶埔那边等，因为是我也想要做这种事，就想要做这种事情，所以我想说没关系，就早点起来，然后之后就到这里。来这边的时候，好像都没有人，就走了几个，然后就老师就陆续也来。早上的话就是还蛮尴尬的，因为我幻想的是那种很多人的，可是没想到就好少，之后觉得少数人这样玩起来也还不错，就是以后那个骰子不要骰太大，不然的话都不知道去哪里。我觉得时间有点太晚，可是我觉得整体来说是蛮好玩的。虽然时间太晚，中间好像有两次是因为同学骰到了那个问题。上面蛮严重的。哎、欸，这个问题啊，我们之后再讨论。下次有筹划活动的话，有人来参加吗？你说大捷运这个吗？类似之类的。会啊会啊，因为有这样节目的话，蛮好玩的。还会去找同学，然后因为同学没有办法陪你，所以才会再来嘛。我是不会再约他。OK， 那我们现在要回到顶埔站了。对，刚刚去板桥站吃个饭，吃个晚饭，因为真的蛮累的。先在晚上吃了个什么鬼？21，不是21世纪 ，21 Plus， 对，烤鸡类的东西。好了，我们回去顶埔吧。终点站顶埔，顶埔 Station， 顶埔，当埔。好，大家好，我是欧威。从早上7点多讲完这句话，到现在已经8:40了。我花了13个小时，
终于，当然中间还有点吃饭啦，吃饭休息的时间。那我们大概实际上真的花了快将近快12个小时有，真的有点累了。那我们终于回到顶埔站了，希望以后可以再更多像这一类型的综艺企划形态的内容呈现给大家看。OK， 你对今天的捷运大富翁有什么样的想法吗？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哦。那最后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请记得帮我点喜欢分享。想看更多影片的话呢，也别忘了订阅以及小铃铛哦。哈创意捷运大富翁特辑，我们下次见，拜拜。